吐了。来，喝点牛奶吧。来，刚才呢？你刚才一直在睡，睡得很好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大概夜里三点吧。七个小时了，你干坐在这里七个小时？也没有一直坐在这里了，还干了一点别的事情。别的事？嗯。什么事啊？我帮你换了衣服。知道你吐了两回，肯定想换一身衣服睡，对不对？谢谢你。你饿了吗？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真的是单身汉，冰箱里除了牛奶什么都没有。我也饿了。我知道一家很好吃的夜宵。听我说，你现在在这里好好休息，好不好？再说外面的店也没有什么开门的了。没关系，那家店24小时的。反正我刚醒来，也要出去一下，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。好吧，那我陪你。小秋，你可以在外面等我一下吗？我想换一条裤子。我可以帮你换。我可以的，色情鬼。刚刚就是我帮你换的嘛。又不是没看过。小秋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想说什么？你想说？Thank you.
下回去公司。哎，都几点了？你怎么没有叫我呢？我看你睡得太香了，我不忍心叫你。我睡了一个晚上。你一半身体都是麻的吧？没有啊，我就喜欢你靠着我睡。哎，李川，我们可不可以点点吃的？我们坐了一晚上，我就喝了几杯咖啡，刚才那个服务员一直瞪我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啊？菜单上什么贵就点什么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先去上个厕所了。你还好吧？麻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还得去个厕所，一会儿。没事。